淡江高中橄榄球队校友会，陈松泰会长追思祷告会，祷告会开始，请司起奏乐。现在要来唱诗歌《耶稣恩游》，请我们所有的会众一起起立来唱。主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设立淡江中学，并且让我们透过我们的信仰前辈，我们的陈清忠校长将橄榄球带进来淡江校园，也让我们有的学生们能够有健康强健的体魄，也在这当中让我们能够成为像家人一样的一个团队。主，我们也感谢你在历代你都有兴起许多的领导人物这些会长、这些教练、这些队长、这些队员们，也让他们让我们的校园生活更加的丰富。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，我们举行我们所敬爱的前会长陈松泰先生他的追思的祷告会，我们感谢你将他赐给我们，也让他曾经在我们的校友会来带领我们。但是主，我们也很不舍他提早离开我们，他先走这一条人生必走的路程。我们也相信他的灵魂在你的手中，主你掌管他的生命。主，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一起聚集，要献上我们无限的追思，也透过这样我们也能够来代表表示我们学校，表示球队，表示校友会的一点心意，来表示致敬。也求主你来赐福看顾，让我们这个祷告会能
能够成为荣耀主你的圣会，并且也能够让我们每一位，特别是会长的家属，也能够得到安慰。主，我们将以下时间仍然交托在你手中，求主你来带领看顾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这个时候我们要请黄干东教练来怀念故人。校长，各位前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平安。首先我先好心告诉各位选手，请问你们有没有为什么要站在这边听我们追思一个人，想念一个人？我想请问你们有没有在求学过程中、打球过程中遇到经济上的问题、升学上的问题？有没有？一定都会有。我们今天要追思的这个人，就是一辈子都在帮助橄榄球选手的一位前辈陈松泰前辈。出生于民国32年，他在淡水出生，现在的恒青那边、学青那边。他国高中都是就读淡江高中、淡江中学，是91届毕业。他在淡江的时候也是橄榄球员，也是橄榄球员。然而他毕业以后就进入了陆军官校就读。陆军官校的时候呢，他也没有发现他最喜欢的运动就是橄榄球。然而在一次不小心重大的比赛，他发生了重大的伤害，导致他没有办法完成陆军官校的学业。所以他后来就去当军人，他57年退伍，进入近代高尔夫，从基层做起。58年跟我们大嫂结婚，刘秀芬小姐结婚，隔年就生了长子辉翰，再隔年生了辉博。如果我们问陈松泰前辈有几个儿子，我会告诉你，他有3个儿子。为什么？因为在陈松泰前辈告别时的时候，我就抱着慰安说，我们都失去一个爸爸。我跟前辈的交情是亦师亦友，忘年之交，我们就也像兄弟一样，我们也像兄弟一样。前辈这个时候已经在近代高尔夫担任总经理，业务上非常的忙碌，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淡江中学的球队的校友们。当时跟他是同学的杨光雄前辈，只要开口，前辈必定慷慨解囊，就这样子一直默默在背后付出，一直到了1999年，校会推举他当会长，他还是义不容辞的接下这个职务。但是他看到了很多的问题，当时的选手明显的不足，教练也常常换人，所以陈会长3天2头跑到淡水，3天2头就找我当时的校长姚崇龙姚校长协商。为了什么？为了要帮助在校生解决学杂费的问题，解决升学的问题，以及生活上的点点滴滴。前辈一直在默默的付出，终于他召开了我们很暌违已久的会员大会。这会员大会已经几十年没有开了，由于他的奔波，跟姚校长两个人跑到华东地区，跑到高雄，北上南下的，就是为了聆听校友会的声音，聆听校友的声音，然后整合校友。终于在他的努力之下，他进入了我们的橄榄球协会，担任理监事的职务。前半一辈子都为了橄榄球在付出，一直到我当教练的时候，2007年，我拿了全国冠军。这都是前半努力付出的结果，功劳都是陈松泰前半。隔年，我们代表台湾到文莱参加亚洲杯亚青的比赛，就是由陈松泰前辈当领队。这个时候我们还在文莱，又再一次拿下冠军。当时领队还有一位是蔡宏军前辈。我们能够拿下亚洲杯的冠军，
功劳也都是陈松南先生一个人。其实，在我们去拿冠军的前两年，陈松南先生就发现得了 cancer， 当时身体非常虚弱。隔年他又换了新瓣膜，他怎么走过来？一路走来，就是靠橄榄球的精神，就是靠橄榄球的精神。一直到前派临终的时候，我帮忙协助联络一些事情，我打电话给大嫂，大嫂告诉我，他跟陈松泰前派他们有约定，下辈子他一定会找到他，继续还要再嫁给他，这是多么感人的约定。各位，我们今天可以在球场旁边，都是经历很多的前辈、很多的前辈的帮助。等到你们长大有一天，你们也会知道这些前辈怎么照顾人，你们要这样子照顾你们的晚辈。今天能够有这个打球的机会，我们都要好好谢谢这些前辈。那我在这边替大家说一声谢谢前辈。这个时候，我要请我们一起来静默追思，请所有的会众起立。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来静默，来默哀，来追思故人。这个时候，我们要请校长来主持正典。恭喜我，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个两块金箔啊，这两块金箔，我们这一位请我们现在的校长帮我们贴上，对，帮我们就直接贴上。哇，在这里比较正式的场合，那就放飞机。另外一块，我们请我们一直这几十年来，我是几年来从来没有离开淡江这一块的前辈长，杨光晓前辈，帮我们背上这一块，我们下面这块。陈松泰夫人，还有
张会长啊、姚校长，还有啊各位啊我们啊历任的会长前辈，以及啊但啊历任的啊这个我们的教练啊，以及啊就是啊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以及各位 OB 的啊这个校友，大家午安。我们今天呢、啊、特别啊在这里呢啊，是为了啊纪念啊我们的、啊、这个陈聪泰啊会长啊，他对淡江呢啊付出非常的多啊。刚刚啊就是我们黄冠东教练呢啊已经讲过了哈、啊，陈聪泰会长呢啊对淡江啊就是啊出钱出力，而且呢我们啊在2000年的时候啊曾经跟啊这个建国中学呢，我们的缔结啊，就是姐妹校，然后啊，每年呢还要做一个比赛哈，啊，这个传承呢啊，后来有断掉，那每次呢，啊遇到啊就是啊这个建国中学的校长啊，就是吴建国哈，啊他每一次呢啊都说，哎，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再恢复这个啊两校的啊这个比赛哈。那我们啊，当然啊，就是啊，期待这样的啊比赛呢啊，就是在啊我们啊这个啊所有的 OV 啊大家的啊这个共同啊努力之下呢，我们啊就是啊提升啊本身的战力啊，能够跟建中呢能够啊每一年呢、啊、都有这样的一个竞赛啊。那今天呢啊就是啊这一个匾额呢啊是啊。就是我们的橄榄球啊俱乐部呢，啊历任的会长啊以及啊历任的校长，啊这个都有啊署名在上面，那、啊、最主要啊是要激励呢啊大家啊对橄榄球啊所做的努力，那我们、啊、当然就期待啊这个橄榄球队呢啊能够持续的啊延续下去，那每一年呢啊会有更好的一个战绩啊来回馈呢历代啊就是 OB。啊，他们啊所做的努力，啊，同学有没有信心？有没有？有哦。那最后呢，就是啊，谢谢啊各位啊大家的莅临哦，那祝福大家啊身体健康，阖家平安喜乐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那张会长，杨光雄会长。大家讲到橄榄球，真的不知道从何说起。从小我就喜欢橄榄球，而在 OV 成立的第一天我就在这里，虽然没有名字，但是我那个时候排在后面，因为那个时候前辈都是50-60岁，我只有20几岁，刚好是当兵回来。那个时候刘老师是高三啊，当然一转眼52年，很快，现在的球队就目前在这里的球队感慨良多啦，当然橄榄球精神一直无止渴，所以我可以活得这么健康又快乐，尤其在金钟杯比赛，我好像没有一年没有来，虽然有时候不好意思的，人家会说你这个老人怎么还在，所以我有时候自己躲在角落上在看，感到真的百感交集，一代换一代，换到我现在是来前半，目前好像看好了，我还是要想到，那当初我是最年轻的，我现在变成我最老，我希望往后呢，我们淡江啊。这个在体的这个队伍，你们要记得，有这么多的前辈关心你们，你们要继续努力，发扬光大。我尤其淡江的精神，比如拿怕败寡运做，培养做了以后，要感恩，感谢前辈，感谢学长来带你。我希望我们的淡江橄榄球的精神一代传一代。这样更发扬光大，谢谢各位。啊，最。
最后我们要来唱祝福的歌，相约在主里，请挥动起立。原来了，我就是。
也知道，哎呦，你咋说的？